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娜。今天要来开箱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开箱这个最新的礼包——森林里园丁礼包。我们可以拿到一顶很可爱的园丁帽子，在阳光底下也可以舒服的管理庭院用的帽子，然后还可以拿到一顶园丁双马尾的发型，是两条绑辫子的造型，超可爱的。还可以再拿到一条园丁的吊带裤，还有一双靴子，非常适合在泥巴地踩的靴子，然后还有一个园艺用的浇水壶，再来是园艺的推车，里面有40颗宝石，还有这个红色的园艺推车。然后这款园艺推车它总共有4个颜色，有黄色、红色、绿色跟蓝白条纹的。然后医生购买的是红色款，然后蓉蓉购买的是蓝白条纹的，给你们参考咯。这个浇水壶啊，浇下去会有幸运草跑出来，旁边还有彩虹哦，超漂亮的。但是如果你要跟朋友一起分享的话，那你就要到户外咯，在家里面是看不到彩虹的。得了得了，准备去工作咯。啊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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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你好重哦，我没有办法控制往前啦。我要准备来工作咯。浇花浇花，小花你们要漂漂亮亮的长大啊。好的，今天的开箱就分享到这里咯，你们喜欢吗？喜欢记得赶快去购买咯，还有记得按赞跟订阅。开箱影片你们喜欢看吗？喜欢的话一定要多多来看，多多分享，多多按赞哦，这样哈娜才有更多的动力出片给你们看啦。好啦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